青羽抽抽鼻子，手里捏着帕子，却不敢擦拭眼泪。连续跪了这么几个时辰，奴婢不知道姑娘身子会不会出问题，所以才慌乱的六神无主，让小丫头去请了大夫。青羽一个头对着苏青云磕下去。老爷，姑娘真的已经知道错了，您就原谅了她吧。苏木槿心下冷笑不止，这话里的漏洞可不是一个两个。什么叫两个嬷嬷教导下来？这是在指责两个嬷嬷对苏云锦动粗呢？还有，要忏悔，为何不对她这个姐姐忏悔，非要对着菩萨忏悔？求原谅也该求她这个大姐姐的原谅，怎么就求到爹爹那里去了？还有最后一点，好个青玉，你身为二妹妹身边的贴身丫头，伺候二妹妹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虽然昨个被爹爹降了三等，可你做大丫头也不是一日两日的事情了，怎么一慌神起来就六神无主了？贴身丫头需要的东西是什么？沉稳。你瞧瞧你，半点沉着冷静都没有，如何贴身伺候二妹妹？还有，你比二妹妹也大上两岁，原本她做的事情有什么不对，你身为贴身伺候的就应该多加提点。明明你知晓夜里寒气重，却还是任由二妹妹跪了几个时辰，你说你居心何在？青玉一惊，连忙慌乱地解释，是二姑娘不听奴婢的劝。二妹妹不听你的劝，你就任由她跪着了？爹爹正在气头上，你就非要去找爹爹，为何不能去寻老太太？难道你不知道老太太最疼的就是二妹妹，肯定会给二妹妹做主？就是你担心老太太睡下了，大可以来寻我。我跟二妹妹虽然闹了矛盾，可毕竟是骨肉至亲，血脉相连。更何况如今我身为府中掌管钟馗的，你有事连禀都不禀我一声，何曾把我放在眼里？苏木槿怒喝道，我瞧你分明就是故意为之，若不是你失职，二妹妹为何会如今还昏迷不醒？你说你意欲何为？奴婢冤枉，奴婢冤枉啊。青玉被苏木槿说得哑口无言，只能跪着哭着喊冤。原本他还是假哭，如今被苏木槿一番话吓得一阵心惊，痛哭起来。奴婢冤枉，奴婢冤枉啊。那你说说，我哪一点冤枉了你？苏木槿咄咄逼人。奴婢。二夫人帮腔道，大侄女说的对，这个青玉就不是个省心的，白天的时候才被大伯降了三等，现在竟然又犯了错。苏木槿点点头，对二夫人的示好不以为意。他已经不想再听青玉说话，抬手让他闭嘴，吩咐紫罗去请宫里来的两个嬷嬷进来。是。两个嬷嬷是第一时间听到动静的，就知道苏云锦要整幺蛾子出来，因此两人早早就穿戴妥当，瞧见紫罗来请，他们二人对视一眼，就从厢房走出，进了内室。内室中气氛十分紧张，两个嬷嬷都是人精，瞧了一眼跪在地上泪眼婆娑的青玉，再瞧瞧紧闭着眼躺在床上的苏云锦，哪里还有不明白的？心下冷哼，这是收买不成，要陷害他们两个了。两个嬷嬷无声冷笑，进了屋就给一屋子人行礼。起来吧。苏木槿率先开口，他吩咐紫玉，给两个嬷嬷看座。不用不用。容嬷嬷连忙摆摆手。这一屋子的主子没一个坐着的，他们两个就是再是宫里出来的，再如何体面
也不敢当着主子的面就坐下了。有了先前的一番猜测，容嬷嬷和桂嬷嬷都抬起眼来打量着屋里的苏木槿。不得不说，虽然五官跟二姑娘没差多少，可组合起来给人的感觉就是清新脱俗，只是脸上一道细浅似的伤口稍稍有些影响容颜。两个嬷嬷毕竟是眼光毒辣之人，别说苏木槿脸上有这么一道伤口，就是整张脸都毁了，身上的气质就足够令人倾倒。比起那个不知轻重不知所谓的二姑娘，可真真不只是天和地的差别。两人在宫里办差，接触的都是后宫女子，后宫女子都是经过千挑万选才能进的宫的，哪个不是美人胚子？可还没有一个能比得上苏家这个大姑娘的，尤其是那一双凤眼，明明该是勾魂摄魄的妖媚，可长在人家苏大姑娘的脸上，只觉得幽深如海。她的眸子氤氲着一层雾气，看上去十分神秘，令人有种窥探的欲望。不过这姑娘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的模样吧，现在都如此貌美，等到长成了十六七岁的时候，恐怕这京城中没一个能比得上的。也难怪陛下。两人及时打住了想法，连忙垂下头去，态度十分恭敬。不知大姑娘让人传我二人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深夜打搅两位嬷嬷休息，是苏木槿唐突了。只是我这二妹妹身边的丫鬟说，两个嬷嬷对我二妹妹过于教导，所以想问问嬷嬷是否有此事。容嬷嬷和桂嬷嬷冷冷地看了青玉一眼，桂嬷嬷就扶了扶身，回大姑娘，老奴二人全都是按照宫里教导娘娘们的规矩在教导二姑娘，老奴两人是遵了陛下的旨意来府上给二姑娘教规矩的，丝毫不敢怠慢，说过于严厉兴许对二姑娘来说是有一些，老奴二人瞧着二姑娘学不下去，就只能让她慢慢适应。原本规矩要学到亥时正的，可老奴二人瞧着二姑娘累了，昨儿个就只让她学到虚时正，整整晚了一个时辰的。原来是这样，苏木槿上前扶起桂嬷嬷，委屈两位嬷嬷了，我那妹妹实在是有些不成器，今后就交给两个嬷嬷好生教导了。应当的。桂嬷嬷眼珠子转了一圈，忽然对苏木槿低声道，我们是奉了陛下的旨意教二姑娘规矩，实在不能偷懒，所以请大姑娘好好跟二姑娘说说，今后就不要想着塞东西给奴婢二人，让奴婢二人得过且过了，奴婢无功不受禄，二姑娘还没学成规矩，实在不能受二姑娘的礼。苏木槿身后的紫罗险些笑出声来，这个桂嬷嬷好有意思，分明就是在揭露二姑娘拿东西贿赂他们嘛，偏偏还说的这样义正言辞的。苏木槿眸子里也闪过一丝笑意，嬷嬷只管放心，等二妹妹醒来之后，这话我一定会给她带到。苏青云原本还有些相信苏云锦是真心悔过，如今听着两个嬷嬷的话语，不由得又是一阵气恼。若当真是真心悔过，就该好好的学规矩，可他都在做什么？竟然偷偷的塞东西贿赂两个嬷嬷，这哪是真心悔过该有的表现？今儿个劳烦两位嬷嬷了，
如今才到丑时，两位嬷嬷还是好生歇着吧，明儿个还需要忙呢。两人眸子一闪，对着苏木槿拱拱手，那奴婢二人就告退了。天太黑了，紫罗打着灯笼送送两位嬷嬷。是。两位嬷嬷对苏木槿的印象越发的好了，对苏木槿点点头，就躬身退了下去。苏木槿就趁机跟苏青云道：爹爹，二妹妹年纪也不小了，您还是做主给她多配两个丫头在身边伺候吧，这样她将来行事也能稳重些。老太太身后的宋嬷嬷闻言，眸子微微闪烁，带着期盼地瞧着苏青云。苏青云想想也该如此，竟然连贿赂宫里的嬷嬷来骗她的事情都做得出来，这丫头再不好好盯着，今后指不定要酿出大祸来。因此他点点头，也好。那父亲看谁合适些？金儿，爹爹如今把掌管钟馗的权力给了你，就是信任你的能力，你不用事事都问爹爹的意见，只管放手去做，做得不好也有爹爹给你撑腰，这些事情你就瞧着办吧。苏木槿微微一笑，好。二夫人和三夫人听到苏青云的话语，两人相视一眼，眸子里闪过同样的情绪，瞧着苏木槿的眼神当即就是微微一变。